想讲迄个背影是啥呢？哦，结果又变。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啊，有开关吗？给你一点吗？哦，保持距离，然后开出来啊。我们俩一定要保持距离。奇怪，又怕。你做这个，你人在管哦。我嘛，我人没管的。拜托，你那有管，那不管。我爸是没管。他只要一进来，我会说啪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打人，给人打出来，啪响，砰砰砰。今天等一下，我一定要申冤一下。怎样？怎么了？他今天叫我演戏，我演的是一位小三，我还没当过正宫，就要用我演小三。重点是这个小三还当不成，各位继续看下去。我真的翻白眼。那你可以演小四小五。因为我就是看他唱台语的。哦，我得了。两首飙高音了。我看那个孔大老师最后好像要比你这样，今天没有这个招待，没有这个招待，今天没有啊，对，没有招待，要女生你才有招待，你是这样子的，都没有打开，爸爸没有话想，爸，下次才有打，今天定到位置。上次那个女生来唱小子，有，对，做女生唱大家要懂，有没有？来，而且还要年轻的哦，年轻的才有。你喜欢那双美腿？完蛋了，要吃马面了。阿姐，你就帮我清床，就帮我铺好。难道温被温好？对啊，多贴心啊！哎，我们好久没有玩这种三分钟魔咒了。我只知道你躺下去三分钟就要起来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就是现在感觉好像没事一样。小孩说不会，男人一爬上去就开始计时哦，计时三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算了。这是终于超过三分钟了。OK 了，啊，肚子好饿，来，吃饭吧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